好，我们现在看到，王占军现在在调整自己的呼吸。 好，运气至丹田。好，他在练着弹抖之力。好，现在王占军把1公斤的哑铃放在了自己的身上。 好，接下来是2公斤。好，这是目前王占军曾经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接下来，王占军要向3公斤的哑铃发起冲击，如果成功的话，这将是一个。 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王占军丹田弹抖3公斤，能否成功？王占军刚才用他的丹田之气弹开了。 3公斤的哑铃，我的天哪！由此可以证明，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哇，而且我觉得他刚才那个3公斤那个哑铃崩那么高，我觉得他如果再挑战的话，还可以成功。好，王占军有没有想过以后再创造新的这个纪录？有。好，我们相信呢，王占军在不断的在向着更高的这个目标在发起冲击。嗯，刚才，是。尤其是占军在运气的时候。 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人的这个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好惊人呢！我们在边上看起来像波浪一样。对。让我想起了那个传说中的蛤蟆功。哦，这有点这个意思。是不是？你这个究竟有多大的力量？通过一个哑铃，我们这很难判断的出来。对，能真实的让你想一下怎么样啊？王占军，我可不可以提出这样一个不情之请？比如说你躺在地上，然后让我们的女主持人站到你的肚子上来看一看你的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 还要弹出去，我可不管你，管接我管。我觉得江多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平时呢，你看咱们俩关系也不错，是不是？对，很好。我觉得朋友就是这样，在关键的时候，我准备把你出卖掉。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江多是他穿的这个鞋呀，比较容易脱。好，来江多来试一试。可是江多，我先脱了鞋是吧？ 对，来试试，为了避免他受伤，我就稍微的演示演示。哎，对对对，别把他弹出去啊！占军，告诉他站在哪个位置？站哪儿？对，啊，这个位置。对，就阑尾这个地方。那是阑尾吗？我想问一下，我站踩坏了怎么办？啊，踩坏了怎么办？踩坏了算他的？踩坏了算我的。 主持人江多真的要踩上去吗？这个地方行吗？可以吗？没事，这虽炮踩不烂。我真的踩了。这道虽炮踩不烂。哦！哇！别！哎，什么感觉？什么感觉？我去，他那个衣服特别滑，他那个肚子一运气，我。 这个我这样站吧，我应该是这样站，这样可以吗？不，这个横着站，横着站，横着站，来来来，两个脚并齐，好吧？哎，好，两个脚并齐啊！一二，可以，可以，可以。啊！江都突然间跳起来了，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快来说一下！我的天哪！不，我还在吗？我。
哎，我刚才张东，我扶着，我扶着你，谢谢你，太感谢了。就是我能感觉到，我现在左右都分不明白了。我张东刚才我扶着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人往上窜了一下，然后就出去了。对，哎，你知道我当时什么感觉吗？我一定要告诉你们，就是小时候玩过弹跳床吗？就是你蹦下去之后，那种弹跳力其实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很想要坠下去，因为我很想为难他，我就很想用力，然后能够站得住。对，你越使劲，对，然后那个反弹力就越大，结果我就砰就出来了。感觉我们讲的是借力打力，对不对？哇，太厉害了。